红底搭上金色大字，大大写着声援香港警察，拥护一国两制。中国第八网军再次出动，目标是香港反送中活动，准备洗版各大网站，但这次却尝到苦头。其中一名中国网军大吐苦水，说自己惨遭香港网友人肉，照片、学历都被挖出来，连高考分数都曝光。更惨的是，还被参军，自动报名参加解放军，不但要去艰苦地区部队，连宗教信仰都被改成在中国极度敏感的伊斯兰教，吓得该名中国网军想报警。师长，给他一张志愿留影表，叫他马上填。报告长官，我不要。用账号就能拉出一连串个人资料，除了中国资安观念薄弱，网络实名制更是一大关键。只要知道 ID 名称、年龄、性别、真实名称、居住地点、身份证字号，甚至银行账号、交易记录，全都有。眼看惨遭反制，网军发起源头第八紧急宣布活动终止，等同自动认输。第八微博还自曝遭到中国政府约谈。第八出征到底是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九零后的爱国壮举呢，还是盲目爱国的脑残表现？过去第八出征就闹过不少笑话，除了误认蔡正元是蔡英文的弟弟之外，还远征瑞典移骚国际。这次进攻香港却踢了铁板，还让中国网友水准再添一笔不良记录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